是佛跳墙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只要过年必备，对，而且妈妈听到佛跳墙都会很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很难做啊，一做就要8到10个小时。我跟你讲，可是佛跳墙建议，只要是好的店家出的，你自己买胜过你去做，真的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这样好吃，老师不要咬，不要咬，老师不直接这样吃澎湃。你澎湃，我不行，假价哎，哇，料真的很好，里面很多料，对啊，料很多，我跟你讲，而且这是一只而已，还有第二只在下面，Q 弹，弹，赶快，是跳跳。所以要拿出来剪，拿出来切。我跟你讲，拿到家里再切。OK。而且它两只啊，它是分开装的。而且你知道乌参吃得好吗？你的皮肤 Q 弹弹，你明年都会很好，明年都会 Q 弹弹。你一下，你有一种撒谎的脸。我哪有？哎，如果你刚那种连任什么当选。这一块我来试试看好了，然后你试试看，看它的乌参怎么样？它的乌参很好吃，很 Q 弹，而且胶原蛋白满爆满，这是皮吗？满值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它的乌参不是太便宜的那种哦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它的乌参是有厚度的，是有厚的、肥的那种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你厉害，它的乌参不是普通的乌参，为什么？它是黑玉乌参。哇！顶级的，是顶级的黑玉乌参，不是一般的乌参。我人家讲黑猫乌参，是黑玉乌参，黑玉乌参。不论宅配还是自己种乌参，黑玉乌参全部自己来。因为有的乌参哦，比较品种不好，对，比较瘦小的，它这个是肥肥厚厚的那种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老店家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品牌名声扫地，所以他做的每一个东西都非常的真材实料，而且非常好吃。黑人哥，你有喝到他那个汤吗？浓烈，很浓烈，而且不会腻。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评审，他专门评年菜。对，你是说李君姐吗？这家可以吗？李君，他要一个人要喝2000多家佛跳墙。对啊，他后来改名了，不叫佛跳墙，佛有火，喝到发火。佛有火，而且啊，它里面的那个，包括它里面的那个肉的部分，都是 Q 的，不会让你觉得说一拿起来就没有什么咬劲，很实在，非常好吃。我来吃它的蹄好不好？有蹄哦，猪蹄。这个也是细节，里面有蹄耶。Q 吗？都是胶原蛋白，非常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吃完这一锅，你明年的胶原蛋白都满了。都够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老师，你要想哦，如果你的过年是皮肤很好的，心情很 Q 弹的，那你会不会觉得一整年都很好？会，当然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夜市卖东西出来的。